叫做美女的心口哎。我是咱家拢一个片，绝对上香港四大公车阿张学友。哎，你怎么四川人啊？阿张学友一片的眼老做哪个东西呀？陈大，你个女啊，我错过他不啊？哎，不要，做兄弟。现在就，哎，哪个弄个女啊，就比阿张学友不错呀。人家都会当面都张学友。哎，不，你要快不香，好不好？那些老人的老东西。老不肖这样，老不肖二强二条，我就那种给你爱爱爱不完，给你爱爱爱不完。哎，没有这个气高黑的，阿东电脑的，老你这样子就输了。那慢了慢了，你看小爱是不是无意义啊？不晓得，出面还报考，就你生个早嫁，你要做零钱呀？哎，那他送了蒙天呐。哎，那不是老，就看你说老背哦。哎呦，你都买西装男了，我就自开派做了，对不对？平时都无影无只的，你放心嘞，你放心嘞。是啊，你是我是大自然美化美容界的铁美容师，我今日前来为您服务。哦，你请等一下哈。老婆，老婆。哦，兄弟。是啊，你真是怪性，就去买咩美容啦？我是想对你过去啦，我只当是有去美容。你不是啥物啦？你放心。哎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来给你个小婆婆剃头的。啊？干完老皮？哎，对。咩啊，帅哥哦！我弄钱中枪一颗。哎，我你我都打不中，还有事？哎，我不要走，陪你吃。你我这样来解决。你莫，真是我来有事，这种唔方便啊。哎，妹啊，妹，莫关心。妹啊，阿伯干么过来啦？你要今年咱生农家，过辛苦嘛。哎，好生呀。哎，乐啊。你借过你爱情借过我才知道的，你心地的切到这条白就不在啊！哦，哎，你偷一根头毛啊，足够你来保养哦。陆小龙，这资源呢，这个山农家就摸着好水头，再摸着好水头就偷着墙，墙要是不保养，就偷来山上。哎，哇，娘舅这真。新年啊，五花嘴，嗨呀，明生他碰起来有面，头毛他顺，嘿嘿，三哥，慢，先生，我来查，我来弄件什么东西，你莫同意，哎，老板，我，哎呀，好生呀，哎呀，你生了面就一块臭面啊，林老师。我是给你剃个平头，哇，又帅又头发的，好好坐下坐下。哎，那那是老本头吗？我让你下跪来，罗上呢，好呀，有面有精神，要是就香港国产阿里面，好好坐下坐下。要是
是我该背地套啊！啊，你就说你才该挂不好，这个尊严要脱掉，尊严老了啦！啥子呀？干嘛？啊，老板的准备好？好好好，钱快点快注意！啊啊！好好好，你等会，走，来，赶快去，赶快去！来，哎呀，你三哥，哎，您该辛苦啊！不要，哎，乾隆三哥啊！哎，你说张进来笔记？啊，我会有食难，在门口都晒。哦，食难，食难。哎呀，要进来要会啊，好不开头乖哈。这小伙子，写感叹啊！哦，那就是大王在称赞。哎，三哥，你要老婆就是，你拿个电话拿去哦。你要弄点菜，我再拍点菜过来，我上面放点黄油嘛。好要弄点锅底哦，改改好好，哎，那个太好了，再陪我搞得到，那当阿林要小姐来还是老姐？哦，我出事啊，不是。哇，是西南高原兵公司甲黄南蒙古公司的推销员，专门来向您推销我们新出的产品。你那么好，你怎能兼老姐？你进来公司面下班，我叫到西南黄南公司。其实你只是过好大事，这是我们新出的产品才多听得宝贵一点。什么噶？挑拨英姿抓条口。哦。跳过 NG 做一条裤，我真有都唔捌看到。你这个这个这个笑笑出，我来去看呀。我直接锁定啊，用两朵 N 起来方便，来到河边躲冻水河。当然你那个咁胖的时候，花好 N。老你那花好 N 啊？对啊，一支锁袂贵嘛，一个入市价就是三十五点。三十五我就是。哦。我是蒙古队的，我们很经典的扎英国。很经典的扎英国。这说我们小小，很让人气的套，这套来宝贝是通江之江蒙古，你很爱考。哦。哎。又这样了。哎呀，那你讲蒙古，他两个问题就完了。又是这样子比赛嘛？这套，我重新好，人家新出一个小品《黄刀车》，后边来就。叫什么名啊？黄老小，唐海庞哥的。哎呀，阿姐。天啊！哎，真的。阿侬家去做红尘几回？阿侬家去做红尘几回？哎呀，那么痛！好，那是真的嘛？那骗你考，又怎么能考得好一些？你不是骗啊，不要。我来考了。哎呀，那你就是，那后来怎么推销产品？你阿姨不买你阿姨？